往二楼，往二楼，傻眼！二楼，二楼有那个往天国的梯子，我们来吧，你很厉害，带着你们的手雷过来玩，满 满的手雷就可以去玩了。国王干嘛？国王干嘛？国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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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砍他，砍他！然后死，快死了！啊，砍不死，跑掉，跑掉了！你等着保护国王哎、欸！你们不能这样，你要跟我一样，啊、我没有手榴弹，打国王啊！有要打掉，打掉，打掉，打掉！哦，好猛！吓死我，原来是海灵石。哎、欸，你们要跟我们一样啊，背叛国王啊！对啊，嗯，是那个西瓜拿到吗？是是是，王宝石喷了，我捡到，我捡到，打打打打打打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我捡到了，那个只是海灵石而已。哎、欸，你投我钱干嘛？哎你看，你看，资源有，我在射，谢谢谢谢。他自己掉下去了，我看他在瞬移升过去。哎呀哎呀，回家喽！后面有一个，后面有一个，没问题。哎，那怎么这边就有这个？哎，是我们内内没了。哦，没关系，我的没有附魔。哎，箱子里面有很多没有附魔的。好，他没有那个力量了。好，我想上去玩了，上面好高、啊，要力量喽！来上来，当自己家，当自己家。换上满满的，为什么捡到暗？满满的，快点把他们城堡毁了。哇，刚刚一堆牛排，有很多内内，拿两个内内。二零啊，拿内内。2020，捡到暗海灵石，可不可以弄个商人，就是把暗海灵石换回那个、啊嗯、手榴弹，换回一个手榴弹之类的？哦。咦，好像可以耶，亚蛋，然后、啊、就是按，就直接再设个那个啊，商人、啊，两颗亚蛋换回一个正常的蛋，对啊，我的天，你还要先收集到两颗，换钱换钱啊，零钱了，我要搭上通往天国的阶梯啊，喂，好高哦，我们要上天国，上天国。阶梯太高了，懒得爬楼梯。有没有电梯、啊？带了30颗手雷。那你有没有电梯啊？我需要电梯。可以去买飞舞技能。飞舞？那也是自己跳不是吗？那只跳比较高，不是飞起来啊？我想骗谁、啊？比较省力，比较省力。等一下，那个是谁？那是繁星吗？还是？我还在底啊，我还在底啊。哦、你还在底？你在对啊？不是啦，我在围一圈哈、啊，我怕你们掉下去了。哦，你要空投就对了，空投炸弹。我天哪，超级高！轰炸！巧克力你也太高了哦！我看到了，哇，死掉了！他们国王宝石又喷了，哇，又掉出来了。对他们又捡回去了。我们在慢慢的往上爬，职业好高，挖爆高！你往下看，你会腿软哦。会腿软。哦，哎呀，去死啦！哇，这跳得好累哦，好高、哦！你只要把那个自动跳跃打开，然后按着，就按着这个去尿尿了。从这么高的地方往下看，会觉得我们的国家其实很渺小，超渺小。哎呦，我的发光又好了，等下炸到他们没发光，跟我讲一下，我再放一下发光。他们剩一个人有发光而已啊！我还一半的身体在外面这样跳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发光发光，全亮了，亮了亮了，可以杀了可以杀了。炸弹时间，嗯，怕我掉下去啊？为什么我就看到好炸机来喽？冲啊！轰炸机来喽！我的天！我的！我要聊，我要退后一点。我们这个上面看不出来啊！对，我跟你说，轰炸机从上面完全看不到，下面就只是蚂蚁而已啊。破洞了，破洞了！哎呦，要修！哦呦，刚刚我们要慢慢扔，慢慢扔。好，一颗一颗慢慢扔。对对对，这样才更有感觉。慢慢来。哎，是我就扔屋顶，哎呦，屋顶有洞了，有人死掉，有人死掉，是我就扔屋顶了，哎。哇，漂亮漂亮！哎呦，啊，这是大资源啊！这个好好玩哦！你是要天哪、啊！你是要把手榴弹丢过去之后，你会看到那一个人的跑步方向瞬间转弯。而且可以看到他们那个东西越来越少，好、哦、回去补货了。好输呀，好输呀，大概快死了吧？嗯、没有，他无敌，无敌，他无敌、欸、哦。好，啊，去四仙长，去四仙长。那个、哦、他们现在上不了二楼，梯都拆掉了。真的，
真的没蛋了。巧克力，巧克力，嗯，看我，看我，你是要自杀是不是？我刚刚有人跑到我们家里面了，我懒得下去。哦，对呢，可以自杀哦，我还傻傻的下楼梯，马上猫绕跑 ，no。你怎么死了？怎么了？你怎么死了？没事没事。被人我觉得我要站在头上有 屋顶的地方。对对对，有屋顶就不用怕了。哎呀！哎，超遥远。炸炸炸！我要捕获，我要拿鹅卵石。空投炸弹好爽、哦，真的很爽。哇，鹅卵石不错。刚刚快点，我要跳下去了。来呢，要随着炸弹而去，喂，随风而飘。哦，我还超越炸弹的速度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他跳走了，他等下摔死了。哎哎，无敌啊！树上，树上下来了。空降骑兵，把兄长们清除了。好、哦，是他们，他们那边被清除。啊。应该留几颗了。嗯，没关系啊，就玩一下。要打我了！我看他们光这么多鹅卵石才多。哎、欸，他们有人登我们的梯子，居然！真假的？因为哎，他们光死了，他们光死了。哦、因为我刚挖掉他们的梯子，在他们家回来复仇了。我捡到了。哎、欸，要不要回来、啊？我在回来的路上。需要一点资源啊！我们的梯子被挖了，没有没有被炸了。对啊，因为我刚刚去挖他们梯子、啊，因为你没有那那，没关系，我是弓箭手。我不知道我们玩几分了，不知道是五千还是六千。那雨月你要不要上来射？可是上来很难射准哎、欸。不是上面有人，你可以堆上去啊，我们可以做一个新的、欸。桥已经断了，那个臭西瓜。五千在炸我们的桥。哦，等一下，这个手榴弹炮塔、啊，我把它收到箱子，让你们可以多炸一下。拜。啊哟，炸到底了！尽管炸，多炸一下。繁星，我在你后面。可是你也没武器吧？过不去、啊。六千，有人说用手榴弹，我看可不可以炸吗？要用炸的吗？可以啊。放了，我放了，不要丢到我。放了，不要讲。好，丢。丢，难对中了，没中。哎、欸，其实我们差一百分就赢了、欸，再杀十个人呢、欸。那你要不要给我们扣个一千分啊？太！扣一千分，哈哈。哦，还好，扣一千分，扣一千分。等一下，我只打炸弹。啊，没有人，没关系啊，你就直接炸死啊。那下去把机关炸光光。嗯，对啊。他手上还有、欸、太厉害了！哼，来个无敌！哎，小心小心，房间后面！我就跟你讲吼，不是，是他丢的啦，你丢的啦，他啦，你丢到人的头上了，是不是？有了，扣一千分了。嗯，好哦，欸、他下来了、欸，我看他们有摔下来，有扣吗？有扣吗？有扣有扣，他无敌。六千分，哇、欸！怕，很怕。等一下，那隐形人是我，因为我听到你从我后面丢东西的声音啊。他摔下去了。刚刚你是不是想要偷偷的炸队友啊？你是不是想当间谍？对啊，你是不是学坏了？刚刚我刚刚跟他同时丢了一颗。然后你丢到我吗？我真的没丢到你。嗯，那你可以喊快点吗？而且是准备爆的时候，你才叫我退、欸。因为我刚刚才看到，越来越肥了，刚刚。哦。投他了，投他了，叫他，叫他。没了卵石啊！卵石箱子很多、啊，被我拿光了啊。我又开始轰炸，对面又开始轰炸了。是我们轰炸对面啊？对啊。嘣嘣嘣！哎，上面是谁？我。哦，好。嗯。
压手一下，不然就被哇这个轰炸的入侵。有蛋呢、欸，拿到一颗蛋，也太高了吧！还好啦，你等下上去就知道了。会觉得更高、哦，嗯。可见你还没爬到最高。我那边都还要烧起来，燃烧吧！跳的好累啊！哇，你们丢火焰弹哦？我是捡到的。我这里有十组。干嘛、啊欸？我们被炸那么多，我被炸了。哇，你的弓呢？我的弓在我们家门口。隐形，隐形，隐形，隐形。很隐形的，是不是？哪里有西瓜？跳好久哦。耶、yeah, ，我捡回我的弓啊！可是它只能是普通的弓。好久哦。我的强力士呢？我的强力士太大了，笑死了！炸炸炸！炸炸炸！按着 W 跟空白键，居然要快五分钟才上得去，怎么可能那么久啦？应该没那么久，夸是吧？太夸了，我还爬不到一分钟就快上来了哦、喔。你这是美国时间吗？哎、欸，都快上来了！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刚刚没有上去的原因啊！等一下嘛，战争结束还没确认啊？确认一下，确认一下。哎，确认了，四组又要重跳一次。我们有记录，我可不可以用记录点啊？传送师啊，用跟那个技能的。对啊，那个技能大家可以用技能这样子。哎呀，直接确认，直接确认。哇，好高啊！架空桥哎 ，Go。哦，好浪费哦！我要再去弄一把强力士了。你们是已经要丢了吗？对啊，大家所有钱全部都换炸弹吧。哦，好吧，换，那就再不换就没有机会玩了，丢就没机会丢喽。嗯，原来下去挖、欸，今天就可以了。他们好认真啊！想挖吗？跳很久。等一下，快好了，快好了，快好了！不要催我，不要催我！怎麼你在挖钱是不是？再掉下去？嗯，没有，没有挖钱，我炸钱，把钱全部炸掉而已。嗯，哎呀，哭了！你就那种有钱人看穷人在那边挖钱，看这才几笔钱而已，不用钱、欸。我觉得用自动跳真还不错哎。对啊，我要改了，跳上去再改回来。对啊，跳上去再改回来。自动跳跃在哪里啊？在声音上的选项的按键设定啊，哦，好爽，我去尿尿。张兵，卡键盘，跟以前小时候玩线上游戏一样。我去摸一下布布。哎、欸，不行。好了，我又好了。卡不住哎、欸。你们说我们的小光已经消失了，就。他们人也来来去去，差不多啊、嗯，差不多。嗯，好高哦！我哎，爬到上面了，哇哇，不知不觉。没有、欸，所以上面就没有那个边界了是不是。好高。你有看我围起来的吗？哦，我围起来是在边界内，啊、那边是边界外、你要去哪里？我看一下。你想挑战新世界吗？哇，这往下看真的好刺激哦！跳跳来了来了，超刺激，超刺激！哦呦，大家感觉有没有？我会闪尿啊！对啊，而且走在这边有没有玻璃桥那个的？超高，那个会不会忽然间摔下去啊？好不好？哎、欸，二零，你应该都有补好吧？不要说踩到一半没有那个墙哦。忽然间都摔了，有没有？嗯、哇！我怎么丢我？不要丢我！怎么丢我？喂！哎、欸，家里有没有人发光一下？身怀巨款，你天哪、啊！嗯，我还没重置，可以发光一下。我的还没有重置，没重置。一群人，你、欸、后面怎么？刚刚我按到了。你在冲啥？要拿稿子，要拿稿子，要拿稿子。你一定就是刚刚扔，你一定扔到我，对不对？真的没有啦，这一次是我丢的。这一次，所以刚刚是哦。刚刚不是啦，你又在烧自己了，刚刚你为什么？不要丢火焰当丢自己脚，一定会烧到脚。对呀、啊，废话。
没有炸弹了。欸、他自己死了，你复活买一下那个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丢火焰弹会烧到自己？然后他就是这样子啊。对，你扔到自己脚下了，对吧、啊？没有啊，往前丢、欸。那么一样、哦，你要往前扔会比较好。居然在帮他们渡根，对吧、啊？让他们家里变漂亮一点。要去看牙医啊。嗯。看到经验增加的声音，为什么？好了，我知道，我知道我要玩什么了。我现在要去对方的家那边。享受你们的炸弹，躲炸弹吗？对，我要来看看我可以存活多久不会被炸。发光了，发光了，漂亮！发光要有目标了，有目标了，有了，往那边打，往那边丢。有目标了，你们他们家有人，他们家炸他们家。哎，有什么会他们家了？我到他们家会加经验、啊。来吧，有一个白点，来吧，有丢到白点，丢到白点。炸炸炸！我们加十分。救命！救命！救命！没有，还没死，还没死，还在，太可怕了吧？还在，我还在。新模式。他们有一个，我在炸那个。我还在，对方也在丢我，对方。我还活着。扔了，扔了。好刺激哦！欸，我觉得这样比较好玩欸，有没有人要来玩？我们没有这种特殊计划。好玩哦。刺激的。我们又躲到地底了。哎、欸，那个炮兵专业一点啊！我到现在都还没死啊！我在打指令、喔，我一直移动那啊，我下去了。